还是菲律宾的，有没有想家？我是拉美人哈、哦，我从国小一直到国中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妈妈一起这样出来，中间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让我想过很多的事情，比如说想家啊，然后想跟朋友一起出来，我都没有办法，因为我都跟妈妈一起，我都跟爸爸一起，他们会管我，不然会被打屁股，很可怜。这一首叫做《想家》，送给你们，送给你们各位亲爱的年轻人。如果你们是什么南王部落啊，不然就是台东还有什么部落？可多了，比如说独兰之类的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反正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然后这一首歌就是什么？你说下一首吗？这首歌就是。我看着你已经想要哭了，不要啦，这首歌就是很欣慰啦，因为太多自己的感觉了，然后就选了这首歌。想家，想回家又不能回家，只能待在台湾。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兰屿人，一定要分别哦。我每次出去啊，人家都以为我是印尼的，我跟他说我是兰屿人。我长得很像外劳吗？我比我姐姐好看吧？有没有？他比较像外劳，我比较像正常人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要这样虐待他，他很可怜。好 ，OK， 刚刚那首歌《想家》送给你们，这是我自创曲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叫做《反和》。反和，这首歌你没有听过吗？有听过的举手。我姐姐在铁花村有唱过哎，因为她说她是铁花村的霸台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她是铁花村的什么霸台。反正就自以为的霸台嘛，反正那边有唱过我的歌啦。他说他要表演，他说没有，我要表演。我说好，那你要唱什么歌？你跟我讲。我说好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那你要不要唱我的歌？他说好。我说好，那你就唱反和。他说反和是什么？我说我的歌啊。他说好，那你唱，就太高，他唱不上去。所以我刚刚就跟他说，好，那你今天听我唱看看，你觉得有没有差？如果有唱的话，那我以后我都不要再来铁花村唱，就这一次就好了。张晴，你会听到？没有。太弱了，很弱的都躲起来。好啦，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，叫做《反和》，因为我是兰屿的孩子嘛。你知道兰屿有核废料吗？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核废料是什么吗？知道吗？那是我爸爸。我每次跟他出来，人家都以为他是我哥哥。你可不可以站起来一下？他像我哥哥还是像我爸爸？他真的是我爸爸。我每次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是烫雷鬼头，然后下一次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是烫大波浪。我说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看，非常的爱现。好了，还是很感谢他了。他就是很支持我，然后一个就是充满。内心充满热血风情的一个男子，他已经快五十岁了，可以领老人年金了。好了，那是我爸爸，他叫张凌山。他叫张凌山，如果你去兰屿的时候，可以找他买那个手工艺品，他在那里卖手工艺品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如果你们到兰屿的话，可以住我家，然后跟我爸爸买手工艺品，好不好？那叫张凌山，然后寄给他，然后我叫吉鹏安雅，然后我姐姐叫。逼人呢，很丑的逼人呢。好了，送给大家这一首叫做《反和》。
很黑，叫做法痕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法痕吗？知道吗？请翻开你们右边的桌子跟左边的桌子，362页，有没有书？翻开一下，你们看了就知道为什么要法痕。大家都身为台东人，我们都一样是住在台东地区的人，我们不希望我们被讲一讲就哭了。先来杯啤酒好不好？好了，反正就是大家都希望，感谢主，这啤酒喝一下吗？好了，大家都希望开心的过日子嘛，不要有害。虽然你们可能也许有些很多人，连我自己有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反了。我们为什么反了？没有人知道吗？可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，我们自己来人，自己当地人，感受呢是特别深的啦。兰屿的核废料在我还没出生到现在已经30年了吧，对吧？30年前已经在那地方了，然后说过政府答应我们要迁走。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要接受核废而反核，我们今天因为要迁出核废而反核，因为它已经合约已经到期了嘛，对啊，就像你租房子，你租2个月，结果他要跟你说3个月都不要付钱，要你自己吸收，你愿意？你开心吗？如果那个东西是垃圾的话，你不要说是垃圾了，反正就是有害身体的，你别笑，你特别大声。对啊，反正就是讲的，大家都希望平安嘛。你谁希望垃圾放在你家？你希望垃圾放在你家吗？你不希望吧？你希望垃圾放在你家吗？你希望吗？你希望核废料放在你家吗？你希望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们年轻人就算没有用，我还是照样反核反核反核，所以我写的这首歌叫做反核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上半场时间先休息个10分钟吗？10分钟之后大家归位来继续听现在的更精彩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可能会演戏之类的哦，真的，我们真的会演戏哦，不要小看，真的，你们可以走秀之类的，对，走秀之类的也OK 啦，你们可以上上厕所啊，看一下铁花村啊，对，现在先休息10分钟，谢谢大家。